现在时间是早上10点多，我们今天休假，然后大家都还在睡。难呢，看不到。村姑的样子被大家发现。好，这是我们顺便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住的 motel 的厕所。对，我们有浴缸哦，就是5个人用一间厕所，他们都还在睡。拎起来，我就先来刷牙洗脸。今天呢休假，然后跟我们室友大姐约好两个，等一下说要去很远的地方散步。因为呢，我们上班回家就是吃东西，吃完就是睡午觉，睡午觉起来又吃晚餐，然后又是睡觉，又天又上班，然后都没有在动，大家都觉得自己身体好差，所以呢，今天休假就要去外面散步啦。要不要起床？大家要不要起床？这位大哥要不要起床？因为我们的床是这样，1、2、3、4，然后有5个人，所以呢，我要跟他共睡一个床。啊，我小贝贝。室友先出来散步啊，他们还在吃饭这样子，耶、yeah, ！看一下我们这里什么都没有，来，什么都没有，好可怜。有人跟袋鼠比人多这样子啊，我们想去个地方，刚刚找手机找好久，还是没有地方去呢，真的是很可怜的地方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去散步，等一下上网回来，等他们吃完饭，然后再决定要去哪里这样子。到我们这条十字路口，我们巴鲁嘎最热闹的地方，这边有那个图书馆和溜滑梯，还有一间咖啡厅。我们现在在离我们家最近的咖啡厅，就是路口走到底这样子。然后这里都是 Aussie 他们在，这几乎客人都是 Aussie。我们这边这个小镇华人很少，应该就只有我们那一边。对，那蛮准备这个纸啊，因为这边很多人带小朋友来，然后就给小朋友画画。真好喝，很贵哦，要采一篮樱桃才喝得到。来玩咖啡厅旁边的公园，这里他们昨天来玩说超可怕，超好玩，我等一下来玩玩看。他来挑战这个溜滑梯，他们说超好玩的，叫我一定要上去。我现在来上去看看，很滑、哦。天哪，怎么感觉有点可怕？好 ，Oh my god， 手机拿好，躺着。好，我要躺着。大家，哦，上吊妈露出来，预备 ，Go！弹簧床，钥匙掉进去，我靠！
昨天就 我就忘记了，要拿钩子来勾。咦，没有夹，就是、拿夹子。耶，跳跳床。我们要走回家找室友们。我们现在回到家里休息，要煮饭，结果停水，大厨完成了，我们的白酱大里面好吃啊！还会炒菜，有生炒哎、欸。对啊，不知道会不会熟哎、欸。室友们在跟我一起等澳洲影片首播，哎，大家是谁呀？澳洲影片首播，来呀来呀！他在等什么？他在等两分钟。这个时差。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有一个是猛女，我是算猛女。哈哈哈哈哈！这个风合理吗？大家很会玩哦。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！别怕，不要怕，你站那个没有阶梯的。Woo!
碧昂钢丝歌舞秀跟大家今天说再见，谢谢，我们结束了 ，Happy。有网友回来煮饭要吃饭了，大家唱歌哦 ，KTV。要前面那个指挥要多乱，我的小死猫。再给我唱《还珠格格》，是不是你舅舅？对，我表舅。对啊。哎，是多会唱！你不会乱唱嘞！不是很会唱吗？我们歌词还太慢。对啊。分手。因为我们明天要上班，唯一这周最后一个赚钱的机会，所以呢，我们出来散步，准备要回去休息睡觉了。来，给他跳上去，上去，下水，所以是下水。